去菜园子，这个衣服啊，全是脏的不得了，每次回来都得洗呀、啊，老李一套，我一套。今天吃海虹，差不多了。嗯，满满一盆的，满满一锅呀。煮海虹，这个不用放水啊，它自己一会儿就出水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去菜园子了啊。挖回来的这个婆婆丁啊，也叫蒲公英，回来。在路上呢，又买的干豆腐，也叫豆腐皮儿，又买了一把小葱，还两根黄瓜，然后又买的海虹啊。今天做一个海虹炖豆腐，然后呢吃包饭，吃干豆腐卷大葱啊。这个饭好久没吃了啊，这个饭适合春天吃啊。春天下来小葱，下来这个蒲公英，就蘸酱吃啊。现在开始做饭。老李是用这种老办法做米饭啊。行，可以了。可以了。老李做米饭很有数。好了哈。好了，45分钟。哎呦，开锅了哦。满满的。朋友们猜一下，这一锅海虹花了多少钱啊？能不能猜出来？熟了啊。这一大盆，朋友们猜一下啊，这一盆我花了多少钱？我最后再告诉你们啊。我得把这个肉啊扒出来，一会儿炖豆腐啊。这时候正是吃海虹的时候，真新鲜，既便宜又肥又好吃。不用切，就这样把它插碎啊，插碎的好吃。加点盐，可以。好了，出锅了。太鲜了，好了。把汤稍微一靠。就出锅，放点绿，这么一碗酱，来了，今天蒲公英啊，最好吃的东西来了，放这点吧，蒲公英。看一下啊，蒲公英、干豆腐、黄瓜、小葱。还有鸡蛋酱啊，还有这个小白菜，马上米饭就来了啊！米饭好了哈，好了，米饭晶莹剔透啊！我少吃米啊，那快够吧？够了，够了。嗯，这是我的，你多来点吧。开饭，我要撸起袖子，大干一场。大吃一场，今天去菜园子挖的菜啊，挖的这个蒲公英，还有地里产的小白菜，咱们今天吃个包饭啊，炸的鸡蛋酱，我先来一个干豆腐卷大葱的啊，卷一下，
然后放上一根黄瓜，放一点香菜啊，一定要放香菜，香菜好吃。放根葱，然后再放一个蒲公英啊。这个饭就是春天吃，老李很少吃这饭，就跟着我吃的。跟着你口味也改了。嗯，真好吃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海虹炖豆腐。嗯。要我一人吃，我这个菜都不做了，我就光吃这些蘸酱菜。来吃一个打包饭，吃个打包饭，放点酱啊，先放点酱，然后放点小葱，放点香菜，来点米饭，这样包着吃。包饭，再卷一个啊。春天的味道，自己地里出的小白菜，嗯，香菜，萝卜丁，吃这种饭不长肉，尝尝这个海虹炖豆腐，吃了，怎么样？很好吃，很鲜是吧？鲜，差一点忘跟朋友们说了，我那一大盆海虹多少钱？有没有朋友猜对的啊？5块钱一大盆。合适吧，上不上算？今天这桌也没有多少钱、啊、我们今天这一桌哈，就是蒲公英自己家地里的，还有白菜也是自己家地里的啊。今天花钱买的就是买了一块豆腐啊，豆腐皮儿还有黄瓜，花了几块钱，也不贵。这一顿饭我觉得20块钱。没有，二十块钱没有。这一顿饭吧，加上鸡蛋，我觉得也就10来块钱。嗯，打了3个鸡蛋。但是我们今天吃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啊！吃美味呢不一定很贵，我们就能吃的很开心。生活啊就是这样，简简单单的，家常便饭。每年春天都得吃上两顿这个饭。生活不在于大鱼大肉。嗯。不要大鱼大肉，简简单单的，自己地里产的新菜，嗯，多好，便宜的小海鲜，多么好的生活、啊！5块钱一盆，嗯，4斤。